穿成这样，应该是去见你那个好好好乘以一百的朋友吧？什么好好好乘一百的朋友啊？相亲，我妈非要我穿成这样，还约在了我们公司楼下的餐厅。你说万一被同事看到，他们又要笑我。那就别去了。我不去，我妈肯定叨叨我。那就去喽。我要是去了也很尴尬呀、啊，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能聊什么呢？那就别去呗。我不去，我妈一准儿就杀到这儿来了。那就去呗。你也太敷衍了吧！你能不能认真一点拦我？万一我要是遇到一个大帅哥，你就不担心吗？该担心的应该是你那个好好好乘一百的朋友吧？嗯。哎，他今天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？哎妈，我到了，这哪有二十号桌呀？哦，我看到了。你好，请问你？